级学域被盗，命令将其追回。又是个没挑战的家伙。任务完成。谁啊？拍戏？导演？弄死他！妖怪！那些都是什么鬼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灵儿，宫里现在怎么样了？义父，皇后和她的儿子皇胄已经完全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报！启禀神主，左右护法回来了。灵儿，退下。义父，您是否知道我的生身父母现在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退下。说。二位护法受伤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在他身上？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得抓紧找个活人问问。 神奇，这是太神奇了！我脸上的皱纹，居然一点都没有了。皇后，要想彻底返老还童，还需治本呢。像刚刚的法术，也就只能撑7天左右。那凌仙姑，我要怎样才能治本呢？找到世上几种最珍奇的药材，连持3年方能治本。啊。 这好说，凌仙姑，你赶紧去凑齐那些药材吧！啊，若想凑齐这些珍奇，就我一人之力，恐怕……本宫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凌仙姑，你仙术那么了得，那…… 本宫就封你做国师吧，如何？多谢皇后。皇后，这册封国师可得皇上册封啊。这些小事就不再打扰皇上了。可是太子爷那儿，哼，真是糟心。 国师，为了方便你今后随时能够与我联络，你的国师府就安排在皇城附近吧。多谢皇后，那微臣告退。嗯。对了，周儿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刚我在外边玩，几个小太监惹得我不开心，就把他们杀了。要寻找的奇珍药材，已经告诉你们了。 1个月之内，分摊到每家每户。要是做不到的话，就要人头落地。国师大人，这些奇珍可都是难寻之物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齐，绝非易事啊！ 异异者，死！山主，就是这里。要不是那个怪物突然出现，天机玄玉早就是我们的了。什么怪物？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疙瘩，上面还有一根管子，那管子可以发射暗器，那暗器可厉害了，就凭我和黑魔科的功夫都没有躲过去。 我相信，天机玄玉肯定在他的手上。传令下去，给我严加搜查那个怪物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东西，一定要把天机玄玉给我夺回来。遵命。太子爷，不得了了！我听说今天国师府又有人死了，这已经是第5个了。自从这个叫华山陵的女国师迷住了皇后，闹得京城百姓是人心惶惶啊。这坊间都说这国师府就是阎王殿。 父皇多病，国师又在皇后手里，对咱们很不利啊。是啊，太子爷。可是咱们势单力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势单力薄，那就极力示弱。有时候后退也是种前进。太子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到时候你就懂了。哎，太子爷，这就是西域给您送来的钦迪丽公主吧？ 现在国事这样，我哪有什么时间想这些儿女私情啊？嗨，哪个男人不私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太子爷已经成年了，这想女人嘛也是正常的。要你多管，下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 我去，我这是到了哪个影视城了吗？
听说昨天晚上国师府又死人了，这国师要求寻找那些奇珍药材，谁能保准找齐啊？听说太子人不错，如果能把国师拿下，那可就太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要是被国师府的人发现啊，咱们的脑袋都得搬家。哎，是。国师什么来头？不是，这什么人？怎么看到我都跟见到鬼一样啊！这位女菩萨，求您行行好吧，我们两个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吃了。啊，好好，那等一下，求您赏口吃的吧。哎，快！哎呀，牡丹有飞车的，站住！快点，快点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阿布，这古代人怎么跑得比刘翔还快？哎，各位老少爷们，特大喜讯啊！今天宜春院十二金钗又要曲艺大会演了。什么十二金钗呀？我看是十二萝卜还差不多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，给个面子吧你。看来短时间内我也回不去了，要不就先在这里安顿下来，我也能好好寻找天机玄玉。这位小哥怎么称呼啊？在下麦小宝。你怎么不叫韦小宝啊你啊？我们这可不是那种堂子，我们这卖艺不卖身的。我看你们这生意没有啊？要你管？如果我能让你们生意好起来，你信吗？你真的假的？我们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找你们老板娘去。里边请。总而言之，就这么办。你说就说，爬那么高干嘛呀？就是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激动了，没控制住。反正啊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就看你们这宜春院生意实在太惨淡了，想帮帮忙。你们要是不愿意让我帮，我走人就是了。这位姐姐，你先等等。妈妈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既然这位姐姐说能让咱们宜春院起死回生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老板娘，我觉得采雪说的有道理，要不就试试。这就对了嘛。那大堂经理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呢？你是叫大堂吗？告诉他们我代号007吗？他们也不懂吗？身处此处，因地制宜吧。我姓柳，名如烟，你们叫我柳如烟吧。就不信能不能画得多好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好漂亮啊！这怎么做到的？简直画了一个人。要想引人注目啊，光靠才艺也不行，还得要性感。别急啊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那我还不如看我自己。公子，公子，来，给你。走。微臣看皇后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恐怕是心中有事，能让皇后忧心的恐怕只有一人，就是纣亲王吧。只要皇上驾崩了，别说一个人，再多的人又能拿本宫怎么样呢？皇后，你看我给你拿了个什么好玩的？这项链好漂亮啊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你看，好美啊！欣赏它，又来了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，是绵绵一段乐章，想有谁懂得吟唱它，又慢慢一路绕过，只等只等啊，公子，你流鼻血了。儿臣见过皇娘。女儿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宫中太闷了，我跟贾琏出去走走。玉儿开心就好。这个坠子呀，是你皇帝无聊时送给皇娘玩的。如烟，你呀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才三天呢，比上我以前一个月的营业额了。哎呦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老板娘，你就等着继续数钱吧。厉害，厉害呀！姐妹，哎呦，这不是东方公子吗？想不到啊，老板娘，这来你们怡春院的客人，都快把这门槛给踏破了。哪里哪里，还不是希望东方公子常来捧场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演出相中哪个如意姑娘没有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哎，如意姑娘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呢只是想和你聊聊天，谈谈心，交个朋友嘛。哇！东方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占我便宜的人，还没出生呢。你踢得好舒服啊！哎，怎么会这么舒服呢？啊，如烟姑娘，要不这边也来一下？我去，你也太贱了吧你！如烟姑娘，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一见钟情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回头见哦。转眼过去半个多月了，怡春院的生意是有起色了，我也不再为生计发愁，可是还没有调查出天机玄玉的下落，如何回到将来也不知道，我该怎么办？贾六，你说这怡春院生意很火爆是真事儿？当然是真事儿啊，据说来了个女的，十分了得，就是她把怡春院给搞火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太子爷，您还记得丽公主不？当然记得了，她说了这个月初八来，现在都28了，人都没瞅着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不找丽公主，反而说青楼，是不是找打呀？太子爷，您先别发火呀，小的呀，去那儿就是为了找丽公主。丽公主是一国公主，怎么可能在青楼呢？太子爷，她真去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才区区半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温香阁的生意给抢光了。哼，想从我铁公鸡身上拔毛，我得让他付出点代价。你们这段时间确实挺辛苦的，也应该给你们相应的报酬。我跟老板娘提议，给你们工资以加分红的方式作为酬劳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不过，一定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，如果有违反的，就要扣除一个月工资的5%。这百分之五？好了，待会儿咱们把合同签了。教官，什么是合同啊？就是契约。契约啊？什么契约啊？这个
什么呀？不知道。这里每次都不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哎，东方公子，你来了。东方公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正在午休，暂不营业。午休？那我就是来午休的。哎，我找如烟，他不在。如烟，如烟，如。东方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别来烦我。如烟，你真的好贴心啊，知道天气这么热，特意拿盆水让我凉快凉快。我去，你这天下第一贱呢你。过奖过奖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走就不走。你走不走？那我先去洗个澡啊。走开走开，让位置。等等，怎么了太子？看看再说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想干嘛呀？我只是看你们不爽，看这家店不顺眼，老子要砸了他。弟兄们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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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等我！走！不许动！你冲我来！麦小宝，你没事吧？上！打我的人！这什么东西？吓唬谁呢？上！姑奶奶饶命！你们以后谁要敢胡作非为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滚！是是是是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那是什么神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要是能为我所用，那就如虎添翼了。老板娘，营业吗？哎呦，营业营业！哎呦，公子啊，营业！公子里边请。慢点慢点。灵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义府，一切正常。已经按照原计划进行了。好，黄宇怎么样呢？黄宇，他最近一直在游山玩水，还去了怡春院，没有什么异常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明白。客官，您要是晚上来啊，我这里有节目好看哦，不过现在也行，那就挑姑娘吧。啊，挑挑挑。他。他不行。说话聊聊天也不行。老板娘，钱都给了。谢谢啊。哎呀，
聊吧。丽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干嘛呀？别动手动脚的。丽公主，你就别装了，这就咱们两个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丽公主，我是柳如烟。小伙子，你要想聊天呢，姐姐我陪你聊会儿。你要是不想聊，赶紧三月拿来走人。丽公主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你说的是他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谁杀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些人穿着黑衣黑袍，一定是国师的人。这个国师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来到这里不止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了。他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我一定杀了他。就请我，人家找你来说正事儿呢。什么正事儿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想过当皇上？太子皇宇资质平平，根本不配做储君。如果你想当未来的皇帝，只有一个人能够帮你。谁？你的母后。你已经有了好的计划了。国师，你说这样的话是要被杀头的。皇后，这里没有别人，而且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微臣也是为了您和纣亲王着想，忠言逆耳，但立于行啊。一旦皇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太子皇宇他顺利继位，可就没有您和纣亲王的好日子过了。莫不如趁您还是垂帘辅政，快刀斩乱麻。丽公主都被他们杀了，此仇不报，我皇宇今世绝不为人。贾六，我们手里还有多少人马？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人吧，可皇后那边有几万禁军呢，咱们这点人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。人不在多，在于精。如果有个出色的人训练他们，他们可能能以一敌百，直捣黄龙。莫非太子已有人选了？哼！黄公子找我有何贵干？没什么，来跟你聊聊天，交个朋友。跟我交朋友？那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咱俩做不成朋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喜欢和一个撒谎的人做朋友。撒谎？我撒什么谎了？你是皇家的人，上次你来掉下的是龙形玉佩，敢带龙形玉佩的人肯定是皇家的人。没错，我是皇家的人，当朝太子，我叫皇宇。太子？没错。真的假的？如假包换。哇，走了狗屎运了，怎么遇上太子了？那太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什么忙？我当初来的时候丢了一个红色的玉石项链，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红色玉石？是不是玉石周边雕着一个女人像？链子是银色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在皇宫里，皇后的脖子上。那你能不能带我去悄悄过去？可以啊，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说吧。杀了国师。
这个国师作恶多端，杀了他也是替天行道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怎么距离这么近？肯定有问题。有人接应。国师，刺客找到没有？没有，被人接应走了。被人接应走了？莫非这刺客还在皇城之内？那国师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之处呢？太子不在宫中。不顾情面，竟然敢刺杀本宫，哼，那就别怪本宫不客气。国师，赶紧把这刺客的面貌全部画出来，立刻查找这个人。是。经过核实，这个人在你们这里，马上把人交出来。如烟。如烟，他叫如烟。是叫柳如烟。给我搜。是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这是哪儿？这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只不过，你暂时不能回宜春院了。报告国师，没找到。雷儿，柳如烟赶去皇宫里面去刺杀皇后，想必是部署好的。你且带人继续在皇城里搜索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多谢两位护法协助，灵儿势必抓到柳如烟。
知道。把宜春院给我封住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大人，大人看恩呐，他就是我聘请的大堂经理，我们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人您看恩呐啊！柳如烟，胆敢进宫刺杀皇后，这里就是个土匪窝，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头子。正好，再给柳如烟加深对灵儿的仇恨。老板娘，走！老板娘，给我追！停！不要为了这两只小虾而影响我们钓大鱼。贾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子爷，国师带人冲进宜春院，麦慧也被杀了。什么？药国师把麦慧杀了？如烟，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去多少眼睛看着你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先冷静冷静行不行？宜春院的人因为我死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你别拦着我！我必须拦着你！你凭什么拦着我？因为你这样跑出去等于白白送死，你懂不懂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等明天，明天我回去看看。皇上不是亡于疾病，而是中毒。父皇是中毒死的。皇上，启禀皇后，这是从太子府上搜出来的。太医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让我们就这么丢下我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医，你一定要说实话呀！啊，皇上，这包药和微臣用银针在皇上龙体中探知的毒素是一模一样啊。皇上，那是被人毒害的。莫非是太子急于登上皇位而谋杀了圣上？父皇，这是太子府上搜出来的，是太子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太子害死了皇上。来人呐，全城搜捕皇宇。因太子皇宇毒杀皇上，特此废黜皇宇太子之位，同时咒亲王转立为太子。贾六，太子爷，大事不好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驾崩了。什么？现在宫中都说您毒死了皇上。怎么可能？太子爷当然不会谋害皇上了，可是现在宫里都这么说啊。皇后已经下令追捕您了，并且废除了您的太子之位，转立咒亲王了。太子爷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如烟姐，如烟姐，
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瑞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你不知道，我没运气好，手机会逃了出来。想着里面众姐妹还有危险，商量着晚上怎么把人救出来呢？采雪仗义啊！如烟姐，你不知道啊，其实采雪……如烟姐，你现在在这儿了，一会儿我们怎么办呀？如烟姐，你听我说，你离开。现在里面情况我不知道，肯定是敌众我寡，咱们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哎呀，别动！哎呀，你别动！哇，好帅啊！寒冰猎手啊！采雪，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看病啊？我爹以前在宫里给皇上看过几十年的病。采雪，你是说你爹是太医？对，我爹就是当朝首席太医欧阳飞林。当年他不愿意与皇后皇胄为伍，毒害皇上，所以被华山林陷害致死。我为了躲避追杀，才隐姓埋名躲在怡春院。原来如此。如今，父皇的仇也报不了，我的冤屈也洗不清，从来没这么委屈过。太子爷，咱们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，你想夺回皇位为父报仇，我呢想夺回我的玉石，咱俩现在在一条船上，咱们要同心协力。现在如果能顺利出城，找到我隐藏的坦克，咱们就能攻城。坦克？搜遍了全城都没有找到黄宇，他能去哪里呢？会不会是已经出城了？我看不可能，我们已经封锁了城门，他们一定还在城中。那搜捕黄宇和柳如烟的事，就有劳国师了。抓捕皇族罪人黄宇，那是微臣分内之事。只是皇上已经驾崩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还希望新帝尽早登基啊。母后，您看，新帝登基可是件大事，必须要选一个黄道吉日。国师，在新帝登基之前，所有的政务交由内阁来处理，不过最终的定夺由哀家来做。我那可怜的夫君啊，你没良心啊！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冰爷呀，这家门不幸啊，我这儿子他得了天花，他去世了。我们现在啊，要把我儿子送出城去，好好安葬一下。皇后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哎呦，冰爷，这我们也不想啊。可是按照我族律法，要是得了天花，这不及时送出城去，是要满门抄斩的呀。这我们死了倒无所谓，这如果要是连累了冰爷，那就不应该了。他
说的对。这个是谁？大外甥。这个呢？我是他表妹。啊。表妹。这个又是谁？我媳妇儿。媳妇儿。哟哟哟！冰爷，你看我这可怜的儿子，啊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走！哟哟，谢谢冰爷，谢谢冰爷。现在知不知道如烟姑娘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到他们把贾六的尸体挂在城墙上，还说如果知情不报，就跟贾六一个下场。和贾六一样？哎呀，我的如烟姑娘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如烟姑娘千万不能有事。公子，如烟姑娘她现在已经是逃犯了，你就不要惦记她了。过来。真爱。你懂吗？公子，你可是咱们东方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可不能胡闹啊。那你可别忘了我们东方家族的使命。这就是我说的坦克。这些长鼻子是什么呀？这是炮筒，弹药就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。这东西也太硬了，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，那岂不就是金钟罩和铁布衫了？差不多吧。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如烟姐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别乱动。自动步枪。枪我见多了，没头的倒是第一回。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它的厉害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彩雪，你试试。如烟姐，这东西太弱了，还没我的暴雨梨花针好使呢。你个low货，这热兵器比冷兵器好用多了。对呀，你真是……哎，如烟，我的呢？你呀，你就算了，你贵为太子，不容有失。没听到贾六的临终遗言吗？只要你活着，就有希望。冲锋陷阵这种事儿，就交给我们吧。哎，我虽然贵为太子，但我背负着国仇家恨，此时此刻，我更应该身先士卒，夺回皇位，以尽我父皇在天之灵。哎呦呦，拍戏呢，背台词呢，啰里吧嗦的。如烟，行了，别叨叨了，在这里我说了算。你个大男人那么多话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你也就相当于后勤总调的。后勤总调的。嗯。那，这就是你的梦中情人，丽公主。这就是丽公主的墓，她好歹是个公主啊，你就这么把她葬了？我去，你还想怎么着？我当时什么都没有，就靠这一双手，我刨成一个洞才把她给埋了，到现在手还疼着呢，还挑三拣四的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又不是因为你，还不是因为我们俩长得像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岂止是缘分，我觉得这是老天把你赐给了我。刘姑娘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，只要我能。你先说能不能？
能能能。那你嫁给我。你脑子瓦特了吧？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你知道我爱听谁的歌吗？你知道我爱看什么电影吗？你知道我的偶像是谁吗？都不知道我的来历就是喜欢我。我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我都要娶你。Oh my god！ 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夺取皇位，不是谈情说爱。卿卿我我的事儿，等你当上皇帝再说吧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夺取皇位，你就肯嫁给我？等你当上皇帝再说。好。对了，三天后是新帝登基的大喜日子，您可要替哀家保证京城的安全，知道吗？微臣知道，新帝登基，此乃重中之重。行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了，你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为什么这股气越来越强大？麦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玩意儿真好用。麦大哥，你这是什么呀？针都打不透。这就是如烟姐给我的 style。 style？ 那这又是什么呀？哎，如烟姐，怎么样，满意不满意？如烟姐，这到底什么做的呀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刀也砍不穿，这枪也打不透。如烟姐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？你就当它是个T， T， 什么 T？ 媳妇儿，别动！麦小宝，彩雪，这段时间和你们朝夕相处，感觉很温暖，很开心。认识你们真好。我无法和你们解释我从哪里来，更无法和你们解释坦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威力。
总之，我不想让你们用它去冒险。既然我来自现代，就让我用现代的方式去解决这一切。麦慧仪的死让我很内疚，我再也不想看到有人为我而死，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。夺回天机玄玉是我的任务，维护正义是我的信仰，减少牺牲是我的责任。放心，我并不是要大开杀戒，我只是要他们投降。告祭礼成，请祭皇帝位。拜礼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这股气越来越近了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呼！皇后，别担心，有微臣在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就是我，我是你的克星。喂，喂，里面的人都给我听着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。哦，不对，是被我给盯上了。立即放下武器。马上投降，要不然送给你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你是找死！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们打架的，我来这儿有两个目的：一，就是取回属于国家的东西；二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，皇上不是太子黄羽杀的，是这个妖女勾结皇后杀了皇上。事发当日，太子就没有来皇宫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个刺客拿下！快！我去！我去！好险，好险！赶紧投降，交出国玺，还我天机玄玉。母后，要不我们撤吧？你慌什么慌？你现在是一国之君，哪有把自己的江山让人的道理？给我坐稳了。
这个有两下子。上，给我抓活的。开！我不是来大开杀戒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们真相的。你们不要被迷惑了。禁卫兵，上啊！给我杀了他！国师，禁卫军的职责是保护皇族成员，不能离开皇族的安全范围之内。放手！啊，国师，他确实要保护哀家和皇上的安全。你法力高强，要不然你去杀了他吧！啊！国师，你要以下犯上吗？废话少说，回去找你算账。太子，皇后，你陷害忠良，杀我父皇，谋朝篡位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。众将士，你们都是被皇后和国师利用，如果再继续厮杀下去，那就是助纣为虐。禁卫军只负责保护皇族的安全，但绝不参与皇族内部的党争。撤！是。哎，别走！去哪里啊？回来！回来，回来呀！是两个 AD 啊！哇 ，DPS 伤害值爆表啊！天，给我上！啊，叫你呢！啊！Yeah!
你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彩雪，彩雪。女儿无能，没能完成义父交代的任务，请义父降罪。紧张什么？起来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柳如烟吗？没关系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义父有什么计划？我自有安排，等着看好戏吧。皇上，有些事情只有你我才懂，但是事情我却无法向你解释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们能理解我，理解一个身不由己的女子。最后，祝你们每天开心。爱你们的柳如烟。说不出的再会，等你下一个轮回。